说心里话。哎哈喽，都结束吧，开始了。你有新玩具了？你有新玩具了？你们呀，扫地机器人的，我的七夕最好的礼物。七夕礼物，你的小宝贝儿。哎呀 baby， 不用做家务了是吗？可是你还是要拖地啊？还是要拖地呀、啊？它只是扫把、啊。用不用开机？买新锅要开锅，买新的扫地机器人要开人，很重要。还行吧，这样就可以是吧？里面还要提东西吗？你敢不敢看一下说明书？不敢。说明书到底是怎样的？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它的插座，然后还有什么它的遥控。哎，我们没有网购的东西海运到家，都没有的开箱了哈、嗯。每次都是这样一点点，这样大家就看不到我开箱了。这个是开箱什么机器人 ？OK。比较 special， 这是家庭主妇一直期待的玩具。你最好看完说明书哦。Maybe 没电。解决方法就是其电压过低，需要人工充电，所以我们让它充一下，充一下刚好我可以去洗澡。I'll see you later. Tomorrow. 然后这大家已经住了一宿，这时候要出来了。我们昨天把它充电充了一宿，今天才录这个视频给大家看看。你倒是按呀。哪里比较脏啊？你不用调整吧，它自己会跑。嗯，怎么样我现在要 check 一下它的功能，这个是它的盒子，我要给它上来。So we need to see， 哎呦，老脏了，老多东西。每次清都要清理，每次扫它扫一次都要清一次。15到30天建议水洗一次，高效率。就是说，现在我只需要倒掉它就行。哎呀，好多呀！哎，那个木梳掉了。那个不是木梳，那个是好。那天空。哎呦妈呀，那两条是什么？这个布在地面上蹭，它一定很脏哎。这个布可以洗吧？这个布可以洗，这个布要去洗掉。